大家好，我是柠檬兔。本来今天早上说录一下那个，反正然后我忘了录了，我现在已经到场了，我才想起这个事，好吧。然后现在早上，就七点十分，不是，七点四十，反正我很早到。那就先这样，我等一会儿再录吧。反正这个无奈我也不会录，好吧。就先这样，我先停一下，拜拜。其实现在我的妆娘已经开始接妆了。怎么做了？他一天接了16个人的妆，我真是有点佩服他，好吧。然后他现在已经开始化妆了，我觉得他会化一天的。然后给你们看一下，看到没有？一天可以接16个人的妆，哇，大佬！就这个粉红色的妹子。就这样。现在是9点20分，然后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，就是千万不要在喵特上买票了，真的。反正我现在要等到10点，很惨。如果是现场买票的话，我现在已经可以进去了，但是喵特买了啊，我还要等到10点，好吧。不要在喵特上买票，就这样。等会儿见，拜拜。好的，现在是11点，然后我已经换好衣服了，但是没有化妆。然后等一下，化妆我应该会录下来，然后应该会分开两个视频发。就这样，等一会儿见。现在已经换好衣服了。你是对我有意见
就大。你这个是有胸垫吗？继续扭，继续扭，继续扭起来。不要不要不要，好羞耻哦。你太暗了，两个对光，两个都有光线。别吓，别吓，不要吓，不要吓，忍住，忍住。啊，越来越短了。好了，来，再折掉一半，再拍一下。换个位置呗。啊啊，那个那。好，拍完了吗？这个视频特别尴尬的一个 vlog， 拜拜。